因为地理条件改好，听他们台湾的屏东人做得讲是台湾的爷爷王国。我爷爷本身是出生在阿祖的东南部，算来很勇的来到台湾的农。屏东人竹田国中农业资源考察，先生就拿着1021年的台湾路地图来收集接下来的农业经验，看过台湾的农业很勇的发展呢。竹田田啊，吃咪哈？竹田田啊，吃咪？先生拿出地图，而学生指出自家几家乡田那只味，学生的总共唔低。其实也总图是1921年的台湾古地图，佮当时还冇竹田一个地名，但是已经详细记录佮当时的农作物。这个叫做牛车，这个黄黄的叫做旱地，这个地方叫做水田，这个叫做房子，有人居住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叫做这种。叫做槟榔，比如讲乌龟藓啊，番薯龟藓，哈，槟榔很用的来的，哈，槟榔是马克思就来，我哋清朝宋朝以前一路已经多呀，交易，天顿海流流过来，爷爷也是安尼，一啲农业嘅扩散地方，我想讲嘅一个海洋海流气候。全县109位参赛，然后取6名的到第6名，还有26个佳作。我们学校就占了3位。屏东县竹田国中也今年积极推行经营教育，对上学期开始新增加的农业职权。学校设计的17个单元，以及50位同学的学习课程，今年提拜参加农业职权的经营竞赛，学生也都得到好成绩。我们的农业呢，是去年呢才刚成立的，那也得到非常好的我们也得到第6名。还有2位同学呢得到佳作。我觉得是竹田乡是传统的农业形象镇，教学生对传统的人力耕种方式都投入科技身上，一步一步进行的教育课程，希望学生做得学习到专业的农业知识，比赛替农业生产培育生力军。下届新闻潘胜旺评论报道。